也下是小球花开花的时节，不过也一波个疫情又再个徛起来，一冬日唔敢出去了。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特别同小球花并到潘公社同正常渡空，没有民俗业者同一种花并伫民俗个见缝地度，何本太家来肯讲。行业苗栗县政府文化观光局，无论是行路也正常，门内看得到色彩丰富的绣球花盆栽，总共一百盆的绣球花，自然来攀高民众看到鲜花花花开，心情很好。我们县长就是想，现在疫情比较严峻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绣球花放到办公室里面来，让这个同仁在上班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氛围。心情就像放松要安静，可以了就做些工作啊，较轻松啦。同苗栗县大兰镇没有民俗业者将绣球花直接搬入民俗建房，搬出向民众欣赏。木厝总房披顶长长花，写起来特别浪漫。因阵绣球花一十岁，所以客推房就天天将花搬出去。临水生日头问过，爱当头讲。一般的住宿就是打扫房间就好，可是我们除了房间之外，那这个还要照顾花啊。放期间，民众是要出去看戏，无论是公家单位，也民间观光旅游业都当用心，将环境布摆到行家家，好不民众做得不用心情，希望疫情早点结束。下个新闻由你弄，美丽报道。